黑洞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？真的是个洞吗？话说宇宙中有一颗老不死的恒星，一天它不想活了，选择原地爆炸。可这一炸只是炸掉了外面的衣服，里头的盒还留着。哎，怎么着都成，就是不能拍照。这个星星盒如果质量够大，就会变成黑洞这个天体界的老流氓，整天搞事，比如扭曲时空产生引力。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，质量太大的东西容易扭曲时空产生引力，比如太阳成天勾引地球围着它转，就是仗着自己胖。所以这就是为啥黑洞能吞噬万物的原因了。而由于黑洞连光都能吃掉，所以一般咱看不见黑洞。哦，苏怎么找不到神仙，原来是被别人当零嘴了。当然也不是没有看到的可能，由于复杂的时空原因，物质和气体虽然被吸进去了，但在咱的眼中它会停留在黑洞外面。既然黑洞吃掉这么多东西，根据霍金的理论，自然也会吐出点啥来，这些跑出来的玩意儿叫粒子。由于黑洞的内部温度肯定比外面高，所以跑出来的高温粒子就会造成辐射。幸亏我练过。这就是著名的霍金辐射。以上就是关于黑洞的故事了。